个寡妇，哎，也不晓得是不是，还要问一下，给我一点水喝。当他说我去哪的时候，说顺便给我做一个饼，就这样下去了。我就发现，所以我有一天到我去找我的老师啊，谈这些事情，他说你的模式是以利亚的模式，就是可以看，可以问的，可以等的。哦，不是哦，那他升天了是他的模式，啊，你已经走上这个以利亚的模式。那感谢主哦，这个都是因为神的话就得到了。那么感谢神，神就这样供应我们。那去年有多少个长老你知道吗？69个。其实神学院竟然在神学院同工当中，竟然有10个参与这样的奉献，我心都很感动。神怎么带领我们过来？那你说，那今年呢？我说今年神给我一句话更特别的，他你们要到处挖沟，到处挖沟，就是努力去做。然后虽然没有风，没有雨。可是谷中要满了水，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。他说这在耶和华上面还算小事，要紧的是要胜利摩亚王。那我就感谢主今年带领提升我们，不只是 focus 在金钱的需要。他说金钱供应你们还算小事，要紧的是你要完成神在这个神学的 purpose，栽培像你们这样一批人出来，阿们。要栽培工人是神的 purpose， 使他们能去抢救灵魂是神的 purpose， 而不是哎，我们够了，够了，那个都不，那他说是小事，所以神就这样带领我。那既然这样带领，我也是这样仰望神。那我下半年要 sabbatical， 要把我的书整理起来。那我说主啊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那我常说主说不见风不见雨，雨水要满地。那礼拜三有一个人从巴西路过来以后，礼拜三早上到学校，先到苏牧师那边去，苏牧师就向他介绍70个长老。那我一进去的时候，他马上说刘牧师，我不要把我忘记，我当然要做长老。哎，我这个你看苏牧师他就觉得他要这样做。那而且他说我还要负责去找好几个人一起来。说哎，不见风不见雨，可是谷中要满了水。那一天他又到我的 office 做的时候，那我既然他知道他有这个心，我就和他也谈到那个以利亚是可以问嘛，所以我就问看看，我说我们还有基金，我们希望有1000万的基金。然后他就说我和我太太已经在考虑这个事情，不是50就是100，就是100万这样的事情。我赶快请甘主任进来。甘主任进来，因为他是基金会的 executive director， 所以我们就进来。那我就分享，一方我要那个那 was the interview， 我赶快去。然后就我说不见风不见雨，可是神在做事情。那他已经回去，那他4月再过来，他回到巴西就是在做这个。我就想神做，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校友都在这里，我们还没正式的安浪出去，但是是一个事实。你知道我们神学院在今年的2月已经 debt free， 刚才是不是2007年我们完成了 campus 的，是不是？对，2007年。2007那时候还多少钱？2007年的时候，我们那个 campus 的mortgage 是140多万。好， yeah. 我想神就把像甘主任这样的人，一个 respect 的教会的长老，又是一个 MBA， 又自己有背景的，他来 handle 这个，所以2007年把100多万的 campus 的 debt 还完。那最近2010年2月又把 Lomitory 的60几万又还清。我想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。阿门。所以现在我们假如有人奉献的钱，我们不是用在这个，是会更用在我们的 program 和学生身上。我想当年发现我后面应该加一句话， It is the Lord， 是主，是主。在服事中经历主就太可贵了。那最后我就讲到，其实你们
就像这一个腓立比说，保罗说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荣耀。我就想想所过去所牧养所教导生命的改变最可贵，你看到他们就是你的荣耀，就是你的喜乐。林国亮牧师是他大学一年级，我带他信主受洗。他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参与，到以后他安牧的时候他受洗，我们他然后安牧的时候我也参与他安牧。那今天为主建筑，还有你又听到有一些神勇的人，好像黄维仁都是在东海大学那时候受洗，可是今天神勇啊、简春啊这些人，神大大用他们，我看到他们，他们是我的荣耀，我的喜乐。 Amy 老师，我们最年轻的老师，他在中学的时候在洛福，我们带他信主，他在洛福受洗，他被拆出去，在哈咸的海以后他们又分出去，看到他们就问他喜乐。而且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毕业生当中，好，在学校慢慢的担起了责任，好，当然我们就发现好像甘主任，好，他就我们就负责很重要的 business 这方面，那他下面有个齐学，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IT 红礼，又是我们学校毕业的，然后 Sandra LTI 又是我们学校毕业的，还有你就发现神这些奇葩，还有谁？郭家，郭家在这里 ，Advancement， 还有下面还有几个人，都是有的在训，这才在学校进去，有的毕业，还有谁？还有 Library 圣庄，我想看到他们啊 ，Peter， 我想就是我们的时代。啊 ，David 卢正峰，他跟你看这个，你想起来，这不是神奇妙的作为吗？我现在感谢主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就这样带领，你的喜乐在哪里？喜乐，看到神重用你们，看到神重用你们。那我看到有一个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到圣存，我每次都问他圣存怎么样的。我现在有一个已经接纳在 Torrance 的宣道会，我那时候啊丽江，哇，那时候我们就祷告，也看到神怎么用他。在那个最不容易的教会受训练，连到任务所下，那我看到他们我就充满着感恩。所以当我一直看到哎呦，你看谁要用，谁要 in charge 中国福音会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葛国光牧师，我们都感谢主。那感谢主，我们有时候年纪比较大的，可是竟然在 Torrance， 你看我们弟兄又在那边被主大大的使用，那我们的弟兄又在长老会被主使用，那我看到这为人，哎呀，他那个按摩的手续，我常常向他说，假如有困难回来吧。我这样，可是上帝让他都熬过去，所以哇，看到他们这样的 process 啊，我都很感动。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，他是来 LTI 读书的，然后 Spiritual Journal 对他的帮助，他都写在说这个他对他都有帮助。那我们就看见了，我看到他已经在那边被接纳案例在那边，我都充满着感谢。我们的同工有的负责啊这一个啊机构方面，我们都感到我们第一届的第一个毕业生啊，竟然是在这里，在那个罗省教会被服那个服侍，感谢神。那文安牧师，他现在 in charge 啊，上帝大大的用他。